淡水嘉义区张仁礼新地店光辉古店为了要迎接端午节，社区是连续举办三天的白粽活动，请到志工长辈做伙来斗三工。有过三天是包出3000外粒白粽，议员蔡秋兰嘛高度关心，包好的粽嘛分送给弱势，还有独居长辈，让因嘛会当感受到过节气氛。嘉义区张仁礼新地店光辉古店的长辈一透早就真无闲，因为开始准备要来白粽。这是社区每年都会举办棒棒粽活动，虽然过程是真辛苦，不管是洗叶啊，也是炒米，等等拢真够工。不过大家也是真欢喜，会当来到社区做伙斗三工。里长吼，所以呢用办三工，或者长辈吼会当较轻松的，吼不要一天吼啊，就甲冲冲下去，对对，啊因大家做甲非常的欢喜，吼啊个真主要吼是有卫生。哦，啊，搁迄个古早的传统长辈留落来吼，或者少年啊会当来传承，吼，啊会当来加减啊学，因为伊这细节的美感吼足济，吼，啊，个人的手艺不一样。今年张仁礼社区是连续要包三天，统计会有3000外条的肉粽，并伫鼓励者进前陆续分送予社区六十多人甲独居长辈，予因买当食到社区的爱心粽。关怀中心所有的志工都很认真吼，啊嘛足虔诚的，嘛有迄落90几岁，嘛80几岁拢来做伙来咧拜。啊，今仔日吼热热滚滚，啊，我伫遮吼有哪来祝福咱所有的好朋友端午节快乐。好算啊，阮哩着袂加食，你发现吧，遐过遮大堆，迄肉遮大碗嘞。哎，我拜上个拜五，阮哩着吃。拜了礼拜，食家己。今年包肉粽活动是热热滚滚，是出动足侪志工做伙来斗三工。李议员蔡秋兰嘛来到现场来关心，并感谢各位志工的付出，让今年过日子嘛当和六十族群来温暖的过节。记者钟慧，嘉义区彩虹报道。